皇上更衣。请宝衣，要不穿？皇上，皇上，哎，皇上，不能不穿。我不穿，又是黄色，为什么不做绿色的给我穿呢？哎，皇上，皇者皇也，以王道治天下，一定要穿。上官。这顶帽子那么重，可不可以换顶轻点？皇上，皇冠越重，正足以示大清帝国国基稳定。百驾啊，又要上朝，我不上。皇上，朝不能不上。每天对着那几个老家伙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，朝我不上，饭我就要吃啊，渣。放了烟，皇上，请用膳。第一道菜，虾子鱼翅。第二道菜，带子鲍鱼。第三道菜，酥肉鸡。第四道，好了，不用念了。第四道菜是红烧海参。每天都是吃这种菜，鲍啊、参呢、翅啊、肚啊，讨厌。哎，皇上，这是先皇礼制。皇上御厨，哎，每天要猪肉15斤，羊肉12斤，鸡7只，鸭6对，面粉12斤，哎，还有，好了，不要再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好热，给我脱了一件衣服。扎。皇上，您受凉了，替皇上加衣。哎，你真的要跟着我啊？哎，皇上，这是奴才的职责。好，嘿，哎，来，过来呀、啊！哎，快点过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快点，哎，皇上来了，快啊！啊，好香啊！我要在这儿吃饭。皇上，您不能在这儿吃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能吃，难道我就不能吃吗？皇上总归是皇上，奴才到底是奴才。他们是人，我就不是人呐！奴才该死，皇上是天子。废话。哎，这叫什么菜啊？这些是从各宫里吃剩的，拿来这儿的菜叫做乞丐包。乞丐包，哎，这名字很好听嘛！啊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，大家一块吃、啊。大清律例，天子不能与民共食。来人呐，扔了他。做皇帝真没意思，扔了他。
夫儿贵人宠幸。扎。皇上更衣。扎。掌灯。扎。家檀香。扎。放在这儿。这边。小心点啊。皇上保重。保重龙体。保重龙体。烦死了，真没意思。怎么搞的呀？这样配好呢，还是应该这么配呢？哎，这样好。皇上洪福齐天呢。啊，我配好了。晋王爷，你怎么样？我输定了。皇上三星共照，四喜临门。姜王爷二三，金王爷二三，张王爷又是二三。我输了。为什么跟你们玩牌老是我赢呢？真没劲儿。皇上，这是皇上威震四方，战无不胜啊。啊，混账。哎，你们全都是混账啊。账啊，原来你们都是欺骗我的啊。欺君罪，臣不敢。皇上，这是太后授意的。这么说你们个个都很忠心了。既然那么忠心，我应该赏点钱给你们。嗯，谢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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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把这些银票给我吃掉了。扎。这张明皇姓蜀图是唐朝人所画的，唐明皇听说西蜀栈道盘行，行旅杂沓，所以微服出京畅游西蜀。微服出京，哼，唐明皇可以微服出京，我乾隆皇怎么不行呢？皇上，皇上心目中想什么，微臣已猜到多少。你猜到了。嗯，想微服出京，可惜大清祖训难违。朕为什么不能学唐明皇呢？出去，走吧。他是什么人啊？万岁，万岁。他是皇太后招来的裁缝。裁缝，万万岁！叫他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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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裁缝，
刘老师，你应该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嗨嗨，老臣告退。静安，这叫刚才那个裁缝回来，我要做几件衣服。啊，扎，哎，跪下，启奏皇上，裁缝已经来了。嗯，静安，你先退出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进来。扎。脱了这件衣服啊，皇上，你叫我脱衣服啊？脱啊啊，是是，把裤子也脱了啊？什么？你这把裤子也脱了？这快点脱啊！金公公，皇上可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啊！哎，是啊，这裁缝交了后运了。别乱讲，怎么？你也想享后福吗？哎，不，静安，站，给我打赏50两，给那个裁缝。站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，这是皇上打赏给你的。皇上只穿了五行宝衣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真……刘兄，立刻通知两广总督暗中保护。扎，快去！相公，朋友，怎么？什么事啊，先生？朋友，你气色不好，赶快回家，否则恐怕有伤身之祸。哎，我现在要下田干活，家里好多人靠我吃饭呢。胡扯！哎呀，怎么样，朋友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一嘴都是，都是他。他说我忠言逆耳，难逃此劫。叫你回家，你还不信？先生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成败得失，命中注定，何足为奇？阁下的相真是贵不可挡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啊，你问我？我姓高，高，在北京做丝绸买卖的。天赐吉祥，此生食禄无忧啊！天赐，何以见得呢？命里有时总需要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！阁下不信有命运之说吗？权之又玄，孤妄言之，孤妄听之。阿半仙先生，你看来人的命运如何呢？好，人摇福薄，树摇叶落。这位仁兄，你看他声音嘶哑，低着个头，眯着眼睛，有银子在地下他都找不到。我出门只带了这顶银子做盘费，但是我想试一下，是不是有银子都不会捡。好，好比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现在不能不信了。对不起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告辞了。半仙，此人又如何呢？此人身强力壮，步履昂藏，必然才心高照，必发横财。你不信，可以把银子随便收藏，此人一定可以找到一锭银子。我来试试看啊。这锭银子不会失去了吧？现在运财无鬼，拖住他的双脚。哎，糟，我怎么肚子疼啊？哎，你看他。哎，糟糕，我没有草纸。有锭银子，有锭银子。玄之又玄，不可不信。阁下虽是大富大贵之相，可是印堂带黑，必有牢狱之灾，而且做仆做奴。好了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朕乃九五之尊，何来牢狱之灾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田螺了，能不能吃啊？当然能吃了。怎么吃啊？哦，好容易啊！哎，放在嘴里嚼，用力的嚼，嚼完了吞下肚，懂不懂啊，笨蛋？我真的给你给气死。你们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些东西也能够吃啊？走，我们去玩去吧。小哥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凉粉呢。凉粉啊，这些呢？啊，这是甜的。哎，来一碗凉粉。哦，九爷，好久不见啊。哎，进来好吗？糖多点啊！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多多。小爷，笑你。好。啊？连钱都不给。哎，一碗啊，一碗。哎，糖多一点啊，多放点糖啊！哎，多放点糖，哎，多放点糖。嗨，多放点糖，好。嘿，今天我这个生意还真不错啊，哎，好吃吧？哎，多谢您一个钱。哎，先生，你还没有给钱呢？啊，吃东西还要给钱呢？哎，那不给钱那怎么行啊？你别以为我好欺负啊！我一路来喝茶都不要给钱哦，刚刚吃了个田螺也不用给钱，你为什么跟我要钱呢？老兄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你要是不给钱，那你让我那一家子多喝西北风啊。哦，那刚才那个人吃了东西
为什么不给你钱呢？哎，那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怎么能跟他比呢？他是当差的，我们啊都得讨好他们呢。所以，他们这些人吃东西啊是奉旨不用给钱的。奉旨？啊，奉谁的旨啊？啊，那当然是奉乾隆皇帝的旨喽。乾隆皇的圣旨？嗯，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圣旨啊。哼，你也想做皇帝，那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脸吧。哼，废话跟你少说，拿钱。那你要多少钱呢？喂，哎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哈，还是装糊涂啊？好了，那算你便宜点，那就收你五个钱。哦，五个钱啊？倒很便宜啊。啊，我便宜你五两银子。啊，五两银子？嗯，我写张纸条，你去收好了。去哪儿收啊？去南安县衙收。你真是开玩笑，那张纸条就可以收钱了。你来干什么？还不赶快讲出来！我见大老爷。见大老爷啊？干什么？收钱。收钱啊？收什么钱？收两粉钱。两粉钱？哦，我吃他一碗凉粉，居然来收钱，我非想办法耍他下不行。你懂不懂规矩啊？收钱有规矩的。当然有规矩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大老爷姓什么？不知道。我们大老爷姓梁，梁跟梁是同音，你犯了他的官讳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打你三十大板。啊，这个那我怎么说才对啊？我替你想办法。哎，凉粉不是黑乎乎的吗？是啊是啊。你就说来收黑钱不就行了吗？黑钱？老爷，老爷，办什么事儿啊？外面有个刁民，他说要来找老爷收黑钱呢。啊？收我的黑钱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只有本官收人家的黑钱，谁敢收我的钱呢？真的，老爷，混你的当，升堂！是是是，你先出去。升堂！你收什么钱呢你？大人，我来收黑钱。啊？岂有此理！打！打！哎呦！做生意吧。好好好。干啥活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坐好吗？坐好疼啊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一碗凉粉，多加点糖。糖啊，去你的吧。你吃的东西不给钱，害了他挨了三十大板，你现在还打人，你有没有王法？啊！我害了他？哎，你以为你是乾隆皇帝啊？写张字条就可以收钱？他拿不到钱吗？哎，当然拿不到钱了。我不信，区区一个西品小官，竟然敢这样的放肆！这个县官在哪里？你带我去。陈四，你又来收什么钱？我来收两粉钱。啊？你要收两粉钱？大老爷，打他。打。慢着，谁敢打我？跪下，跪下。
太狠了一点。半仙这个家伙真有几手，居然批得我有牢狱之灾。哎，卖凉粉的小胖子，哎，小胖子，哎，别讲得太久啊。啊，这是你妈叫我送来给你吃的。我妈她好吗？你妈她好，吃吧。哎哎，可不可以请你的朋友给我帮个忙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你去见见提督。你又想害他挨打啊？你想不想出去啊？当然想了。那就行了，你肯不肯帮帮忙啊？如果能救小胖子出去，我什么事都肯做。好。听命高天赐。天赐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县官老爷抓他去坐牢。啊，坐牢？小胖子，你的朋友跟我带那封信，我想就要有消息了。他去了那么久，我想他恐怕都给人打了好几十板了。一会儿提督大人就会来找高天赐，你就说你是高天赐啊。什么？喂，谁是高天赐啊？我是。鄙人奉承提督，奉圣上手谕，欢迎高天赐先生。我是啊。有什么吩咐？吩咐啊？这个，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放谁呀？全都给我放了，都给我放了，全都给放了，放，都给我放了，把人都给我放了，走了走了，大家都可以走了，都走了，你做得很对啊。当然了，听你的话没错。请。请过内边。这边。不用怕啊，请坐啊，请坐啊，坐。他不是什么大官，他就是那个卖凉粉的小胖子，就是那小胖子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大胆，掌嘴。大人，请坐。叫我啊？我们如何将他处置呢？处他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罚他？罚他，罚他卖凉粉。卖凉粉喽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捣乱！哎呦！放了他！岂有此理！打！嗨！
好像会法术一样，那把刀刺下去刀尖就弯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日清，这儿人人都叫我太子清。太子？哎，我父亲死后那块坟地啊，人人都说风水好，将来一定出太子的，所以我叫太子清咯。那我要做了太子，我将来一定会提拔你的。喂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带你去吃饭怎么样？喂，朋友，吃饱了没有？哎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妙的野味啊。野味？哼，你知不知道这餐要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呢？二两三钱。啊，二两三呢，很便宜啊，不贵啊。不贵，早知道带你吃包身赤肚，让你尝尝厉害。啊，包身赤肚啊？哎，不要了，那些东西我都吃腻了。哎呀，你口气可真不小啊。好了，这餐二两三钱，连打赏二两五，你给吧。啊，要我给钱？哎，刚才你不是说带我来吃一餐的吗？是啊，我说带你到这儿来吃饭，可没说吃饭不给钱啊。吃饭不给钱，王法不容啊。王法不容？哎，当然了，就算你是乾隆皇，吃饭也得给钱啊。如果个个吃饭都不给钱，天下就会大乱，这么一乱呢，哼，乾隆皇也吓跑了。哎，应该给钱，应该给钱。不过我带的五十两银子已经给人家捡去了。啊，这个傻瓜可真够精灵的。好，等我想个办法耍他一下才行。啊，一定是刚才吃东西啊吃的太多了。哎，喝点茶就没事了。哎，喝茶没有用的，我要喝点白醋啊，把它全给化掉。嗯，伙计，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白醋啊？有，我拿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你招呼他，我自己去拿。哎，老板啊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又免费又好的白醋？给我来一碟。哼，又要免费又要好，送你一点。哎，老板啊，如果有人吃霸王饭，你怎么对付他？看是谁，如果像你那样非打得你吐出来为止。不是我，是他。嗯，这生意不错嘛，过得去。不会吧，看他那么高贵斯文大方。哎，不会吧？你说不会，不会最好了。哎呀，糟了，哎呀，我把你的衣服弄湿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赶快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去弄干了。好。哎，伙计啊，这位客官的衣服湿了，你帮他擦干净了啊。你看这边上都是，快点，得手喽。啊，当五十个钱到了啊！货没有一件，五十个钱。哎，过来，朋友，想当多少钱？嗯，随便吧。哎，五十两。是是，五十两，烂丝绸背心一件，五十两。等一下，什么话嘛，烂丝绸背心都当五十两啊，你们想造反啊？老板，这是一件宝衣来的。宝衣？别这么大声，这是一件宝衣啊，咱们进里边看看。照鞋五十两。哎，今晚去我那里。哎呦，这一粒啊叫做金珠，金珠啊就是刀枪不入的意思啊。这一粒啊叫做木珠，木珠如果将来戴在身上，就是说啊，棍打不伤身呐。还有，还有这一粒啊，这一粒叫做水珠。哦，掉到水里边也淹不死是吧？对，掉到水里也淹不死。你当我是傻瓜呀？
我比你清楚啊。哎，老板，你不相信啊？哎，你不相信尽管试试。怎么试啊？这有把锤子，这个金珠是刀枪不入，你就用这把锤子，用力的往下敲啊。哎，你不信，现在就可以试试啊。就用这个锤子往下敲、啊。是啊。啊。二叔啊，我们决定抽龙转凤。说过三人水，斜排时时有，抹过钢刀油，皇上包围，天九走头，杀青。太子庆啊，刚才没把你打死，现在你又来空手赌了。哎，大哥，我刚才欠你十两嘛，现在我是特地来还给你的。那我太子卿有托没欠，用不着出手打人那么厉害吧？太子卿，你倒挺有义气啊！哎，我们再赌几手怎么样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各位哈、啊，请让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啊！上。马半仙，你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说我有牢狱之灾。又说我要劈柴，真想不到一个人倒霉时候连皇帝都要劈柴。好，我要破你马半仙的招牌。哎，朋友，那背心可以还给我了吧？哦，你那件破丝绸背心啊？什么？我这件破丝绸背心？哎，当票上是这么写的，破丝绸背心一件，还给你，你自己去赎吧。哎哎，别走！哎，快放手了吧！我除了给我死鬼老子拉过辫子之外，没人敢这样侮辱我。放手！哎，我不管你那么多，这件背心一定要拿回来还给我。我周日清不是那么好惹的，你可别逼我。哼，你想打架？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！哼，跟你这种傻瓜讲道理，简直浪费时间。哼，好，如果你打赢了我，怎么样？那件丝绸背心我就送给你好了。哎，说话算数啊！嗯，如果你的运气不好，万一打输了又怎么办？哦，如果我输了，你做我的爸爸，我做你的干儿子，怎么样？跟着来吧。哎。起来，你该放手了吧？你答应我的事要兑现才行啊！我答应你什么？你不是说打输了要做我的干儿子吗？做就做，先放手。好，那么你马上去把那个背心给我赎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没钱怎么赎啊？没钱。帮帮忙，输衣服全靠你了。好，杀！三点。哎，这牌是怎么拿的？小丹呢？哎呀，这次完了！哎，什么都要大，什么都要大。大呀！哎，你说这牌真是他妈的，这拿的这种牌不输定的才怪呢。这副牌不好吗？从头到尾我都要。喂，兄弟，你是捧场还是泼凉水啊？哎，什么泼凉水啊？我要一半怎么样？这次我买了40两啊，算我20两。是不是真的？
是，哎，这么多人可都听着呢，你摆牌，啥？啊，哎，快摆牌啊！头，尾，哎，啊，庄家是八杠，上门是四九，前门是九点头，卯子尾，下门是三七，这个牌啊是杀两门，牌天门啊，没事，啊，收钱了，船要，再来一副，一锤子的买卖，就这么一下，你有没有准啊？有准，我怕呀我。怕什么？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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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六点。哎，你给我看看，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胖子，你怎么赢钱都怕的？我不怕才怪呢，拿到这副牌还怕什么、要不要看看？那我不敢看。好，不看了。都摆好了吧？看，来了啊，庄家是五九，上门是三五，天门六点头，宝子尾，下门是二三，又是杀两门赔天门了。这个是我的。那啊，我是来赎那件五行宝衣的。哦，利息你随便算吧。怎么有当有赎？我是上等之人啊。是啊是啊，快点啊、请等一等啊。阿雷呢？哎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进去问问老板，看你这背心弄好了没有。哦，问老板。哎，快去快去。好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共四两五钱呐。啊，老板，那个人说来赎，哎呀，赎你就让他赎嘛。赎五行宝衣，二叔叫我进来问你、那件衣服做好没有？哦，正在做呢。啊，是你啊，阿林。姨太太，他叫我进来拿那件衣服。啊，缝好了。那，哎，今晚到我那儿去啊。那个老头呢？哎，今晚轮到老大了嘛。干爹，爸好了。干爹，我一路走一路在想，我死去老头坟地的风水都不及你祖宗的风水那么好。哦，何以见得呢？哎，我没做你干儿子以前啊，我一去赌场作弊啊，就一定给他们抓住，然后就让他们揍一顿。这次可不同了，顺顺利利、容容易易的就骗到了六十两，除了赎回这件背心之外，还有四两多，我们就吃一顿。好。哎，为什么到这儿来吃啊？你喜欢吃野味吗？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吃了。阿福，哎，三柳包蒸好了没有？就快好了。六个。六个，好好好好。三柳包。什么叫三六包啊？哦，说出来可就威风了。如果乾隆皇试过以后啊，他一定把整个皇宫都搬到这儿来。有人说，吃过三六包，妓女都怕你嫖。啊，糟了，他们一定是来要我的命的。哎，不用怕，那穿上我这件五行宝衣跟他们去打，你准会赢的。是真那么灵吗？哎，你不记得了？上次他们那把刀都弯了，穿上。哦，对。哦，太子卿，你胆子倒不小，居然到我赌场来耍花样，把他带走。别动手。你打烂了阿福的三六包，你赔得起吗？给我打！嘿，哎，慢着，等我把衣服扣好了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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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偷拍，给我打断他的手。他妈的，你没事了吧？是倒是没有，干爹，你的衣服少了一株。少了什么？少了五行欠打。哎呀，你这次给人打，全是当铺老板害了你了。他把我的武力宝珠给偷换了。啊，换了？嗯。哦。兄弟，当多少钱呢？500两银子啊！当500两。哎，朋友，这可是铜盆，可不是金盆了。哎，朋友，你识不识货啊？你再看清楚点，这个是聚宝盆来着。喂喂，兄弟啊，你别在这儿胡闹好不好啊？快点走！哎，快走走！哦，这个盆是我传家之宝来着，你不当。那可走宝喽。哎，朋友啊，你这个盆是什么盆呢？聚宝盆，我传家之宝来着。哦，老板你可别信他的。就是，别上当，老板。哎，你们懂什么呀？朋友啊，里边坐好吧。你可别耽误我太久啊。哎呀，不会太久的。阿林呐，哎，快开横门。哦，哎，里边坐好。只要你有宝贝放进这个聚宝盆，一件明儿早就变成两件。啊，放五件呢就会变成十件了。哦，变成十件的。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哎，我又不是卖给你，骗你干什么？你要是不信啊，我今天晚上借你用一晚上啊，明儿一大早我就把它拿走。你借给我？是啊。哎，收不收钱呢？啊，你再看吧，我呢也不收你的钱。什么？这样看看也要收钱的？要，当然要啊。所以你这个聚宝盆啊要借我用一个晚上。嗯，好了，总算是公平买卖。哎，啊，你有没有两个夜壶啊？哎，有啊，大方一个，二方一个。好，你就将两个夜壶啊都给拿出来，然后呢将聚宝盆放上去。嗯，把你的宝贝放进聚宝盆里。然后找个盖子盖上。哎，你记着要守着，一到天亮一个就变成两个了。哦，到天亮一个就变两个呀。糟了，难道老板知道我跟姨太太的事，今天特地守住门口，怎么办呢？阿林，不要从房门口进来，要从窗口爬进来啊！快点。怎么晚上都在打嚏？
左眼跳，左眼跳，喜鹊叫，左。嗯，老二这一晚上老是叽叽喳喳的，嗯，一定是给鬼压住了。实在憋不住喽。那聚到宝物现实啊，可好了。干什么嘛？哎呀，老二啊，聚到十里宝珠啊。是啊，真够运气。糟了，是谁呀？谁呀？一定是那小伙子想拿回聚宝盆吧。老二开门去。哎，你不要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去嘛，那小伙子看见你一定会死盯着你不放的。老大，你去开门呢。去去。哎，老二啊，什么？你房里边还有多少钱呢？现银倒没有，不过银票倒有几千。啊，那就行了。进去，进去就进去嘛！快点进去嘛！喂，朋友啊，不要再看了，我要跟你算钱的。你这个人真是一毛不拔，看看都要收钱的。好，你既然不仁，我也不义，把盆还给我。朋友，咱们俩谈谈，你这个聚宝盆让给我。好，一万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嚯，朋友，你太狠一点了吧？你这想一下就发财呀？能不能减一点啊？不二价。啊，真的不二价呀、啊！好了，就这么办，一万两就一万两，啊，这些银票四海通用。哎，我要一万两，这才五千两啊！喂，公平交易呀！刚才你看我老二的背呀、啊，我这马马虎虎给你算五千两。什么？看看吉酿就收五千两？嗯、喂！要是我把他全身都看了怎么算？哈哈，全身都看了那就有的算了。这个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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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干爹，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干爹，喝点水。好。啊，你也喝一点吧。好，好。跟踪我们，是吗？哎，看你跑哪儿去！哎，下来，快下来！
清，住手！你起来，不用怕。还给你，姑娘，你为什么会流落在山头啊？因为县官他要选民女做和珅的妻子，我不愿无辜牺牲我自己，所以我就躲在山里。啊，和珅？因为乡下常常闹水灾，县官的姨太太就请了个巫婆来。怎么今年只收到了4000多两，越来越少了。平姑、大法师，你们俩拿少点了。啊，二姨太，我们说好3期分账的，那怎么行啊？嗯，什么叫不行啊？什么话？你们居然给我讲起价钱来了！如果没有二姨太想出和神迎亲的办法，叫你们一个扮巫婆，一个扮法师，将民女扔下河，扮鬼扮神来骗钱的话，我看你们现在还在要饭呢。再说少是一个钱也不给啊！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是啊，我们两个要是没有二姨太的话，早就没饭吃了，还说什么分账？拿回去吧。知道就好了，快点花轿去接人。是。妈，太哭了。妈，糟了，他们送凤冠霞帔了，53克就要把我女儿扔下河里了。官人，你救救我们吧，官人。我去县府。姑娘，你放心，你没事的。多谢。我也去。日清啊，你是很聪明的。我周日清什么都能办得到。好，53克就由你去见河神啊。我去见河神？启禀大老爷，外边有个高天赐求见。找我干什么？他说是二姨太的表亲。表亲？哎，你哪个表亲呢？我的亲戚可就多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哦，快点请他进来。请。你是哪儿人呢？刘墉门生高天赐。哦，是刘相国的门生啊。阁下现在的官位是官职一品，五省巡按。哎呦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我说我的亲戚个个都是有来头的。是，请坐。啊，五省巡按，我都不记得你是我的表亲呢，还是姨亲呢？哦，我是你的远房表叔啊。哦，表叔就不像了。哎，是。啊，我说像我的表哥倒很合适。哎，表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这儿坐。请坐。哎，来人呐，倒茶拿烟。老爷，现在我表叔在这儿，你有什么要他帮忙的，就尽管开口啊。他对你怎么样？哼，他对我有什么好啊？老欺负我，还出去寻花问柳，都不理我的。表叔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做呢？哪里有啊？如果你想升官呢，就一定要对他好。一定。你看一看，乾隆御印。如果你想升官，只要我写在上面，你就可以做什么官了。真的？哎，等一等，现在还不能够交给你，我一定要知道你对他好，我才能交给你的。一定。鸣锣。
是就变成河神了。急急如律令，律令河神显灵。明年六月初六再来见我。遵命。嘿，哎，这个神眉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是啊，他说他时常到河神府去，经常跟河神见面，连那个法师也是河神的贵宾呢。53克到。送新娘下水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等一下，他不可以做河神的妻子。哎，亲家，你别那么多事了啊。哎，她不是一个少女，更不是一个女人。亲家，官人，你不要骚扰我们的法事。哎，你是神媒，你有权过去检验他一下啊。放手嘛。她不是一个女人，你过去检查她一下吧。验就验了。喂，你是不是苏明珠？当然是了。啊！不要这样嘛！他是个男人，是男人。哎，各位乡亲，我们不能亵渎神明，我们要向河神表达，要请河神改妻迎亲。哎，不相信？不行，河神择的是良辰吉日，如果改期恐有灾害。哎，大家做官要清，为人要正，我们不能够以男一女颠倒人伦。不如我们大家请神媒向河神去说句好话。是啊，不能男女颠倒啊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我不能和河神见面的。哎，你不是说过可以跟河神谈天的吗？这次只有麻烦你到河神府去一趟了。我不去啊。对，为了大家，请你走一趟吧。我不去啊。走，我不去啊。法师啊，你还不能走啊，你法力无边，神媒不会让你走的。我们不如在这儿静候神媒的佳音吧。啊，坐下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谢谢你们两个帮我解开。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赶快跟他一块儿跳下去啊。哎，如果你不去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如果你不去，那怎么行啊？连县官大老爷都下不了台了。哎，是啊，不不不，你是这班的，快点。那我不会游水啊。那是你的事啊。你不会游水，那我怎么样？不行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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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乡亲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就是证据。Thank you.
圣上谕旨，领旨。来人，杀！拿出去斩！杀！哎，大人，为什么？饶命啊！哎，鞠躬鞠躬，听见没有？啊，鞠躬！哎，老兄啊，啊，为什么那些人出入那个牌坊都要鞠躬呢？哦，你没看见牌坊两边的高脚牌吗？哎，鞠躬鞠躬啊！啊，鞠躬！是谁要那么做的？哦，当地有位铁骑大将军，他曾经跟随清世祖南征北战，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老兄啊。我明白了、啊、先皇为了将军的战绩功勋，所以赏赐他出宫入境四个字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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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什么事、啊、老兄，九千岁出来了。九千岁就是大将军的儿子。好像皇帝出巡一样，完全跟皇帝一样，荒唐。哎，什么荒唐啊，皇帝名叫万岁爷，他自封是九千岁爷，等于万岁差不多啊。哎，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还包了街上的那家妓院呢，做行宫呢。他还要封两个妓女做东宫西宫呢。哎，那最好是封我的相好做东宫啊。哎，那么皇上不是穿我的拖鞋了吗？九千岁王爷，您里边请啊，请。干爹，九千岁王爷可真够威风的。雨晴啊，啊，拿包袱那个银丹给我，要它干什么？我要换碎银子。这么多银子，你怎么拿呀？我不是带走，我要把银子分给老百姓啊，分给他们。嗯。谢王爷。我要中间那两个。一岁小红，快来伺候王爷。嘿，王爷您真有眼光啊。参见王爷。好好，起身起来起身过来。哎，过来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爷还有他呀。啊，你也过来过来过来，快过去吧。王爷哦。李国石，李国石 啊你出来干什么呀？嗯，倒水洗澡嘛。哎呀，你快回去吧。他是谁呀、啊、他是傻大姐。启禀王爷，门口有个神经病随街派遣，人人说他比王爷还有钱呢。啊，就是你，哎，老师爷，哎，王爷，出去看看是哪一个？哎，你怎么随街派遣的呢？啊？怎么，我派遣都犯法了吗？来来来，老师爷，问他还有没有？哎，去，来，我们王爷想见见你。好啊，我正想见见他呢。今天，哎，你做东宫、那我呢？啊，我你做西宫。王爷，你刚才在街上派遣的那个人，我带他进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他姓高，明天赐，在京城那边做生意的。啊，这位是九千岁王爷。九千岁王爷，那。差点就是万岁爷了吧。他哪有资格呀，算起来你比他有福气的多。那当然了，人人都叫我太子卿，照资格算起来嘛，我应该是9999。茂师爷啊，
什么事儿啊？这个人生得很清秀白净嘛。哎，清秀白净。请用茶。请用茶。给我打赏他20两银子。啊，20两。哎，快谢谢。多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咱们跟他赌啊，跟他赌点数。我们九王爷想跟你赌一赌。赌？嗯，赌什么呢？赌人呢。赌人啊。干爹，你要多收一个干儿子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就是赌你呀。啊，如果你输给我们九王爷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小伙子就送给我们九王爷了，怎么样？哎，那怎么行啊？哎，不要紧，如果你们王爷输了又怎么样呢？我输了，我的东宫西宫还有这么多贵妃啊，免费服侍你一晚上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输的，不会输的。如果你输了，我就要你服侍我一晚上。啊，我服侍你一晚上，我怎么办？不要怕，跟他赌。你有把握一定赢啊？哎，我是绝对有把握。嗯，好，赌。哎，现在有言在先啊，我们赌的是点数，谁的点数多呢，谁就赢了。哎，对对。哎，现在是我们九王爷坐庄。等一等，如果大家一样怎么办？啊，这个点数一样多的话，当然是庄家赢了。这样不公平啊！啊。开始了。哎，慢着啊，王爷，我不愿意做免费东宫的。来呀，王爷，把骰子给我，我要带点运气给你。我这样搓一下搓一下，好运自然就会来了。拿给你。哎，走为上进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哎，你看我玩一把吧。哎，看有什么用？就算你扔3个6也是输，庄家一样要吃你的。对呀，未必是3个6啊。哎，那就更糟了，输定了。干爹，你省点力气吧。哎，输定了嘛，输定了。哎。你们没说过不许我玩一把吧？哎，我要学这个姑娘一样，这样搓一下，搓一下，好运自然就会来了。真输人！哎，姑娘，你们看清楚啊！一定输，当然了。七点。怎么这样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怎么会坏了？19点呢？这是怎么搞的嘛？这是怎么搞的嘛？今天晚上你要来伺候我了？人赌人，命搏命。我们王爷今天输给人家了。啊，今天晚上就要做太监了。夫人，什么事啊？嗯，今天9000岁王爷在藏春阁。真的？是啊。哼，荒唐。哼，这个死鬼封个妓女做东宫不封我。好，我要去看看。好了，你看我这德行，我堂堂9000岁王爷，现在变成4+4王八。王爷，我说王爷，您可千万别发火啊！啊，不发火才怪不！我猫师爷一定给您出啊这口冤枉气呀、啊！啊，真的？哎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归公林呐，哎，在这儿。哎，我吩咐你那点事儿，你办的怎么样？办妥。蛇呢？里边，看看。好。
哎，王爷，您可不用怕，如果您想斗赢那个王八蛋呢，您一定要忍啊，忍呐！哎，您怎么可都要忍呐？这个夜壶呢，就是送给那个王八蛋的。哎，那么这个嘛，你明白了啊？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？现在是皇上选妃的时候，还不跟着过来？啊？难道长城国所有的姑娘都要服侍我呀？不是个个都要陪他，他只不过在那边盘子里头啊，选一个嘛。啊。哎，怎么这是选妃的？哎，以前你没有跟我讲过，宫里有这个规矩的。哎，你们懂得什么？我干爹见识广，当然是不同的了。你看他叫我扮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完全像个总管太监啊。哎，没错了，总管太监。你们两个要听我的吩咐，跟我来。哎。干爹，你看像不像样？我教你的规矩都做得很像样，不过还差一点点。哎，借着皇上为什么不跪下？参见圣上。九千岁，你也得跪下。我还跪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谢圣上，把人名牌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干什么？人名牌拿过去。快点拿过来呀，听到没有？跪下，举高点，举高点。干爹，我全照你的吩咐去做了，这七个是最漂亮的，你选一个吧。好啊。叫什么名字？一翠。哎，谁是一翠？一翠在哪儿？没关系，不要出声。谁是一翠啊？为什么不出声啊？哎，总管呢？这个一翠在外边，我给你把他叫进来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会做的。干爹，我们先出去，一会儿我把一翠带进来。这样也好。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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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！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哎，九千岁，过来！您先休息去吧，我们俩人在这儿还得伺候皇上呢。九千岁，你的东宫呢？哎，你今天晚上走不开了，你还要伺候皇上呢。那我有够义气，陪你的东宫聊聊。你我整晚上都伺候他，现在一翠又跟了他去了，我这个气怎么受得了吗？我你先不要急啊，我给您出个主意啊。又出主意啊？你的主意都是馊主意呀。王爷，您听我说呀，这个王八蛋谁是一翠谁是小红啊，他都分不清楚吗？那我给您办妥了他，您呢就信我这一次啊。八姑八姑啊，八姑，什么事啊？傻子点在哪儿啊？我把他锁在柴房里了。在柴房啊？那正好，你马上带我去。好啊。哎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快讲啊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们九千岁王爷呀，把你给看上了。是啊，我们九千岁王爷说你长得特别美，所以要我们呢，所以叫我们这个特别的，这个特别的，特别的。八姑啊，待会儿你把红毡给拿过来，我要把它包起来送到王爷那儿去。哦，好，快去，快去。喂，为什么要红毡包着我呢？是这样的，按照王爷府里边的规矩呢，凡是跟王爷睡觉的妃子啊，都要用这个红毡给包起来。到时候呢，你呀就脱光了衣服，拿着这个夜壶。你一点也不傻，到时候我把你包起来呢，静静的抬进去，然后我一踢你，你就自个儿滚出来，然后呢爬到床上去扒了王爷的那对儿。我知道了。你真聪明。我说王爷，您看什么？就是你这个狗头军师，你看我的东宫给人家。像这样的东宫啊，每家妓院都有啊。
王爷，明天晚上我带您到百花楼啊，在风流他两个动工啊。喂，你们两个不伺候皇上，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什么？我给钱的呀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给钱的，你给钱的，您忍耐一下吧。啊，总管爷呀，我们想请总管爷您去验一下身啊，验身。照规矩应该您验。哎，这么包着，我怎么验啊？哎，这是妓院吧，又不是皇宫，马马虎虎的啊。嗯，哎呀，便宜你了，小伙子。哎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真的要伸手进去摸啊？当然啦。哎，别动。哎，总管爷啊，您验够了没有啊？啊？行了，抬他出去吧。哎，好好。哎，您帮帮手，来，帮帮忙。哎，哎，跟我来啊！哎，快进来啊！放在这儿。干爹，我把一翠带进来了。嗯，好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哦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快出去！啊，快点去！慢着，这有一把锁，我就用这把锁把他们给锁起来啊。这干什么？哎，把他们给锁起来之后啊，这个王八蛋想走都走不了了，是吧？啊，走走走走。那么这个钥匙呢？哎，这个还要它干什么？扔了算了啊。哎，现在怎么样啊？你猜的。九千岁。啊。老师爷。啊，九千岁。那不是华大姐吗？老师爷。九千岁。老师爷，你不是叫我陪九千岁的吗？啊。喂。那么里边的是谁啊？这个包在红毡里边那是谁啊？我刚脱了衣服钻进红毡里面，谁知道有个女人从窗口爬进来，她是九千岁的老婆。啊，是我老婆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，真的。后来她一打，就晕过去了。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糟了糟了！哎，钥匙钥匙，把钥匙钥匙钥匙啊！你扔到池子里边了啊？哎呦，坏了坏了，你赶快下去给我捡起来嘛，快点，好，快点下去。哎呀，快点啊，好容易嘛，下去啊。你放心，我给你捞回来啊。哎，这里边好冷啊，我怕呀，我不敢下去。什么怕的，我天天都下去洗澡的，不冷的。哎呀，你傻的点不怕呀，我猫师爷怕冻，我不敢下去嘛，这里边太冷了。猫师爷，你听我讲，我敢不下去。喂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九千岁啊，你不理我你就走了。哎，我憋不住了。快快快！哎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憋什么？憋啊！我憋不住尿了。啊，撒尿！哎，快快去拿这个。哎，夜壶是不是？夜壶，我去拿。快点啊，阿林，你看着他，我走了。哎，真是的。拿来了。
星啊，你把那个牌子拿开它。啊，拿开它，那是犯法的。人家叫你拿就犯法了，我叫你拿就不犯法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那该放到哪里去啊？那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朋友，以后你们用这个就叫做出宫。日新，我们走了。乾隆皇不但戏弄了小霸王九千岁同猫师爷，而且更将先皇御赐给他们的出宫赏牌放在厕所门口，以后进厕所叫做出宫，就是出自乾隆皇下江南中去世之意。这倒蛮高的嘛。干爹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皇宫那边就是御花园了。皇宫，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提拔你做干殿下吧。干殿下？你别吓唬我。吓唬。来，跟我来。哦，干爹，抓着要砍头的。哼，你跟干爹在一起，包你没事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把钱全派给大家，现在没钱，想捞回一点来。哎，干爹，那边有人来了。哎，那边来人。哎，不要害怕，抓着要砍头的，你不走，我走了。日清，哎，站住！日清，你是谁？我是皇上。岂有此理，冒充皇上！来，把他抓住。全是饭桶。日清，日清，别进去，这儿男人禁地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早点睡吧，好困了，累了一天。是谁啊？这个死丫头，一早在这偷懒，真是个死猪。真是死猪，我还以为他跟太监大后头玩去了呢。你以为跟你似的。你好正经啊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快睡吧。真困，快脱衣服吧。玉珍呐，还不起来？起来呀、啊、这么懒怎么行啊，天天这么懒，就懒到死了呢。不要吵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换衣服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你们别吵什么，你讨厌。
公公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做太监。公公，不要，我不要做太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准备好了没有？都准备。放开我，开始站。不要，求求你，公公，我不想做太监，我不要。公公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放开我，我不要。我不要，姑姑，求求你放了我，我不要做太监。姑姑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做太监。药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毛巾准备好了没有？毛巾准备好了。动手，炸。哇，怎么这么搞法的？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带他去见公公。启禀公公，这小子还没善呢。哦，你哪儿来的？我刚刚来的嘛。净过身没有？净身？我昨晚上洗过澡，今儿个还没洗呢。验一验。打。哎呀，对对。哎呀，绑起来。日清。日清。打。对，那呀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呀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不是，放了他。干爹快来帮忙，干爹叫他们放了我。放了他，放了他。哎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在老子面前摆架子？你没有见过我吗？老子在宫里当了几十年差，除了皇上我什么人没见过。那就难怪，我就是皇上。这么大胆竟敢冒认皇上，来人呐，抓了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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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清回来，炸！快追！炸！啊！在这边呢，快追！快追！快点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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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哎呀，那边过去，那边走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下来！下来！快下来！下来！日清，快点！日清，日清，你不是想做太子吗？哎呀！好在我的宝宝还在，没让他们给杀了。走吧。
皇上，他已经走了，还追不追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